重逻辑，两重逻辑啦啊，不过已经两重逻辑啊，我是建议将来啊，如果说你要保留旧的，那个 module 你可以怎么样？假设啊，如果你又多改一个东西，你可以怎么样把它贴上啊？这边你也许可以把它再修改一下，就是它的名称。这边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哎，复制贴上怎么样？你可以就备份你原来的那个。你原来的 module 有没有这两重逻辑啊？原来一重逻辑啊，你可以把它恢复啊，一重逻辑，这边一重的哦，然后再两重逻辑，好、哦，这边两重了啊。如果多重逻辑，你可以再怎么样把它复制？假设我今天呢贴上哦，把它改一下，这个叫多重，也就是你将来呢同样类似的程式哦，你可以修改，但是记得哦，你要把它备份起来，否则你这样没办法看出那个差异点。那、啊、比如多重逻辑。那假如说呢，我希望能够在那个成年部分呢，再把它区割，比如说呢，成年，但是又分成什么青年、壮年、老年，好了，诶，那我的逻辑哦，假如说是希望哦，改成多重逻辑，那我希望呢，如果他是18岁以上，那么小于18岁是未成年，那大于18岁的话，大于等于啦，哦，大于等于18的话。那就是青年哈，就是青年是18到30好了，18岁到30岁是青年哈。然后假如说是31到65，31岁到65是壮年，那65岁呢，假如说是老年哈，哎，类似像这样哦。那我要必须怎么样，在那个成年这地方哦，做一点事情哦，所以特别需要。那我这个中间当然我就必须呢。不是只有两重逻辑，而是必须怎么样，再增加一个，小于18是未成年啊。可是如果说它大于等于18的话，那我就这边可以怎么样，加一个 else if 啊，ELO 啊，这边会出现 ELF 这边啊，else if。那 else if 再来的话就条件嘛，如果那个 age 它输入 age 怎么样，那当然我要必须是18到30好了，哎，18到30，那它讲大于等于18，空一格，而且，哎，对不对？而且是 and 嘛，刚刚不是有看到嘛，连级哦，所以这边要打一个什么 and，哎，不过它会蛮贴心的，a 就出来了 and，那什么呢？再来就是小于等于30好了，哎，这边的话，哦，我习惯是拿这个来改，大于小于等于30啊。这个的话呢，那我就输出什么呢？输出是，哎，这个应该是青年，OK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就给他一个青年。那这边的话就输入一个青年，哈，啊，再来就是壮年。壮年的话呢，假设是，好像记得35了。不过这个数字哦，你啊大概就可以了哈。我们只是一个了解那个多重的啊。再来就是壮年，所以壮年呢，其实拿这个可以来改。啊，比较快了哈，大概就是三十应该是大于35吧，哈，因为如果这个重复的话，应该是大于35，就不能等于了，因为如果等于这边也有已经等于了，哈，还记得最后这边要怎样加一个冒号，OK，好，然后呢这边就是65，65，OK，好，65也算壮年好了，现在65岁都看不出来，哈，好，那剩下来的话呢？就是老年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这边是壮年啊，剩下就是老年，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壮，OK 哈，然后哎，不是这个，剩下来就是老年，OK 好，这样子。那当然你想说，老师，那那个 else 我可以大于，哎，在 else 也不大于那个65呢，其实也可以啦。啊，不过哈，反正就剩下来的，应该不会有其他的，所以这样的叙述了，好，来试一下。所以是这样，接下来的话，多重的部分呢，那我们就输出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今天输出一个70岁，那他一定会怎么样？跳到这里，好，Enter，应该是老年，没错，OK，好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不同的年龄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啊，假设我今天输60岁，应该是壮年，哎，OK，好，所以。应该没问题吧，哈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这个相关的逻辑叙述啊，这个要很熟练哦，啊，后面要加冒号，中间要加 and，这个呢都不能打错哦，啊，这边要加 tab 哈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多重逻辑部分，啊，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哈，那请各位哈，
再来就是想一想，也许哈可以到哪个地方呢？到 Google 上面哈，你打一个 BMI，哦，应该各位都知道 BMI 吧？哦，那 BMI Enter 之后的话，哎，它这边会有一个 BMI 的一个很多说明。哦，那你假如说我今天呢，我希望哈，模仿那个网络上面的 BMI，这边应该这个吧，这个应该比较清楚吧？哈，它这边有说明 BMI 的计算公式，啊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如果它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，哎，平方还有印象吗？刚刚不是有个什么乘乘嘛，对哈，哎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就会有个 BMI 值，所以你会需要给它输入两个东西。啊，刚刚 input 是只有输入一个，如果输入两个就两个 input。哦，那输入之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哈，它会有个 range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多重哦。如果它是小于18.5的话，它是过轻，那正常的话呢，应该是18.5，包含哈，而且要小于24算正常。那异常的话哦，它不是只有一个哦，它异常哦，过重还有什么？过重，再来就肥胖了。啊，肥胖还有分三个等级啊，轻度、中度、重度。OK 哦。啊，这腰围不算了，这不用看哈。啊，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，请各位把这样的逻辑哦，把它变成那个 Python 的程式的话，哦，啊，这个请各位想想看该怎么做哦。啊，先试着把那个刚刚的这部分先完整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好，试一下。啊，刚刚这个东西哈，这个程式呢，在讲义里面也有啦，还有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哦，所以如果有需要参考的话哈，可以自行再到讲义里面看一下，不过建议啊，尽量这些逻辑叙述啊是非常重要哦，尽量哈这个规则呢还是要自己把它熟练哈，尤其是程式可能要就是这些东西哈，以后想到什么像那个 BMI 部分呢，尽量可以哈，哎自己快速的把这些给做出来哈，试一下哈。